啊，卡嘞 ，cat。哦，对，好快， Met. 好快。哎呦，太快了哈。第二个，咱们做多一点，装一下。那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呢？为什么猜到？因为导演给那个 Max 在里面设计了一个很经典的动作，就是他会拿那个鱼钩这样的一手哈，然后就把大伟给吊到里面。哎呀！因为我看了片子，我知道他这个动作。好，来第二个。是怎样练成的？你给我们分享一下。
就是我先从我这个角度讲啊，我是从赤壁开始，然后亲爱的，然后这个王老板，然后是这个我们的这部横空直撞过来的，是一步一步在作品当中默默的向女神靠拢的。然后我感觉小明呢是从大学期间从暗恋，然后一直默默的终于等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在这部电影里头他们的这个戏的 ending 他们俩可以拍半天的吻戏，就是那个是他一直期待的，就是从我的角度讲。